我希望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就是韩国瑜。可是现在郭台铭好像要脱党参选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对各种风吹草动不会评论，一定要先确认以后我才会有一些想法。那确认了吗？谢谢大家。郭台铭联络了吗？谢谢。好了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王金平，来，王金平要当副手。王金平说他一定参选到底。